陆总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不是，我还想问你呢，陆毛，你是不是一直跟踪我？谁跟踪你啊？我回家。回什么家啊？这明明是曾宇航家，你回哪儿啊？曾总住我对门啊。是因为现在每个月给你发多少工资啊？陆总。 我是冲钱去的吗？提前太俗了，拜拜。哎，看什么呢？商业机密。 哼，这还机密了？这个企业有这么大问题，你都没发现啊？什么问题？我们很熟吗？我记得我们是黑名单关系吧？我知道什么问题了。你说的那个问题，我都发现了，我正准备改呢。什么问题啊？ 我说过有问题吗？本来没什么问题，被你这么一改，反而出了问题。